Hello， 大家好，我是 Hello 的 Pain。那么呢，今天我们回来来 Pokemon Black 2 and White 2。那么各位，我们要买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很有可能我们之后就要抓 Pokemon 了。各位，很有可能我们就要抓传说中的杰克罗姆了，因为在 Pokemon 的游戏里面的那个什么的那个故事 timeline 永远都是一样的，就是在你打 Pokemon League 之前呢，你就会要抓到一只神兽了 ，OK， 要抓神兽，所以我们来买多一些高级球吧，买多一点，买多少个好呢？买31个，钱太多不知道怎么花，太多钱不懂怎么花了，就买多一点吧，然后也买，他就买这么少球吧嘞，好了，就暂时这样。这个呢，你是卖什么的？哦，对了，这种舒适的精灵球能让抓到精灵、野生精灵比较变得容易驯服。什么鬼 ？OK， 只有这三粒球吗？没有 Quick Ball 吗？没有 Quick Ball， 也没有 Timer Ball。OK， 不管了，那么我们现在就要去巨人会馆了，各位，我们现在就要踏上去。巨人会馆的路途啦 ，OK。巨人会馆，22号道路 ，OK。用一点喷雾器。骑脚车吧，方便一点。一直撞墙哎，靠北。OK， 巨人会馆，那两个人不在了。哦，对，还在这里。哦 ，Pain 又来了。Pain， 这里很窄呀，你没有地方啊。你来了吗？把所有艾斯的家伙全部搞定吧。为什么多了一个人？喂，这里搞定了。终于，好，我们也要加快了。哦，你是好人吗？你是那个好人是吗？一个人的啊，选择吧，往哪边打？嗯？是我啊，我是原等离子团的，是罗德大人派出来的间谍。嗯，是这样啊，等离子团可真是拼命啊。嗯，因为安大人对精灵那么好，所以我要保护精灵不被坏人伤害。是啊，要是不把等离子团给灭了，你和那个叫安的家伙还会被当作是坏人了。好，我要上 Kiro。嗯，谢谢。虽说是为了精灵，但我也只是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抱歉，我还有事情要做，所以看来我们又要去探索这个巨人会馆了，是吗？巨人会馆，哦，这里有两个人，这为什么这里感觉像怪怪的？先去，我看到有一些 item， 先去拿 item 再说，拿 item 再说。然后还有这个 dowsing machine， 哦，有个金色喷雾器，很好。星之碎片，然后呢？为什么这里有个？这里可以 surf。哪里会有 item 呢？哦，这里。哦，冷冻光线 ！Oh my goodness！Ice beam 非常有用的一个招，非常有用的一个 ice type move， 这个可以交给 Flyer 学 ，Flyer 非常需要这招。太棒了 ，Ice Beam！ Oh my goodness， 这里有个 Ice Beam 哎，这里好像有东西是吗？哦，
这里出去是什么地方？又有精灵。哦、oh, ，ice cream， 这个真的是 ice cream 来的。多多冰，迷你冰能进化吗？多多冰。What the？ 逃跑。多多冰哎，天哪！这里是哪里来的？黄碎片那里有一个。我在哪里？请问？Moonstone 月之石 ，OK， 不错的 item。全回复药哦，这里蛮多 item。这里是哪里来的？不过十三号道路哦，我们来到了十三号道路。这个是十三号道路隐藏的地方来的是吗？可是十三号道路是在哪里？其实我都不知道。我已经，地图在这里。OK， 龙木镇去听潮湾要经过的路就是十三号道路。那么我们是从巨人会馆这里来到了十三号道路。哦，不错哎，蛮不错的。可是。这里是十三号道路的被隐藏的地方来的是吧？这里可以用 string。OK， 所以来到这里呢，就能出来十三号道路了是吗？哦，这里还有 cut， 曾经 miss 过的地方，我们回到来以前 miss 过的地方了。这里有个蓝碎片 ，PP 大回复。好了，我们回去吧。回去巨人会馆，不知道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呢？这下面又是去哪里？这个？哦 ，what the hell？ 等等，不要这样紧张先。那边发生什么事情 ？What the？ 这个洞给我探索完了没有啊？我再找找看。有个 Ultra Ball 高级球。星之碎片，寒冰宝石，走完了吗？走完了 ，OK， 绕了一圈了。好了，我们现在要去巨人会馆的下面那个出口了。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在那边呢？不知道这里有什么？我来了，给我出去 ！OK， 我来了。这里是什么地方？来这边。这是什么啊？稍等一下，为了不伤害以前的同伴，他们正在试图说服对方。罗德，一群冥顾不灵的人，我会一直说到你们明白为止的。哥基斯想要的是统治伊修地区。解放精灵只是他的说辞罢了，他的做法只会让精灵更加痛苦。是啦是啦，老爷子你说的真好啊！笨蛋，被叛徒的话叫他做什么？什么鬼啊？我干嘛偏摆一个好像要超人变身的姿势？不行啊！喂 ，why？ 啊？你们马上给我让开！你说什么？你想找死吗？我要夺回被你们抢走的精灵！你们这些人说的，我听来就是放屁！罗德爷爷，等离子团，
你们是为了什么和精灵在一起的？全部一头雾水，我的天啊，就是为了守护最重要的东西吧，为了重要的精灵，自己的信念就算受伤你要战斗到现在。小屁娃说什么漂亮话，总之谁也休想靠近等那团护卫舰，把这些家伙都收拾了。 Kiro 还是像以前一样，那边就拜托了。很好，你和叛徒都要干掉，没错，我就是为了破坏才留在等那团里的。哎呀呀，为什么不是 double battle 呢？哦，他因为害怕无法出招，好棒。What the hell 大爆炸？这个是 explosion 吗？ Oh shit！ 哦，Tom没有死哎， Tom 顶得住也太棒了。命中要害哟，Nice 啦 Tom。被吓走了。你们的精灵都没事吧？带上这个吧，元气块。哦，这个是好人，罗德是好人。OK， 对对对，罗德是好人。还有你，谢谢。快点给我闪开吧！怎么又是你们？还有人来啊？这么多个人啊！软弱的心和无心的强大，现在这种时候都是没用的。为了拯救以前的同伴，为了守护一休而战吧，上吧，拼吗？你在找的精灵好像在黑暗双重咒那个忍者一样的家伙手上。明白了，金丹那家伙就算是帮你们赎罪了是吧？我会帮忙的。哦，拼就这样走掉了。所以我们要干嘛？的确，那个时候我相信我是正义的，在国王 N 大人的什么下创造没有战斗的世界。但是却因为这样造成了多么的不幸，所以同样的错误绝对不能再上演了。其实 N 大人是谁啊？我忘了。N 大人是谁来的？尖锐之爪。这里被冰着了，被丘雷姆冰着了吗？这里。哦，又有一个月之石，为什么这么多月之石啊？这里。哦，我去了哪里？等等，这里是哪里？冰封世界吗？将一休地区冰封，抢走大家的精灵。你们怎么样都无所谓，反正是打不过老大了。我要在这里惩罚叛徒。OK， 所以我们就直接继续前进啦，去找 Pan 一起前进。可是这里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哇，这个是迷宫来的嘞。哦，这个是他们的船在这里。又要上船了吗？又来上船了。Hello， 我又上来了，你们好吗？好久不见了，我又上来了。那家伙好可怕，是鬼吗？发型还搞得像是千真鱼一样。一切的一切都被丘雷姆冰封。威大人好像没事吧？威大人没事吧？这么冷。前进吧，比起雷西拉姆的火柱，杰克鲁姆的闪电，丘雷姆的冰块更强。罗姆拉姆求雷姆，我的妈，什么一大堆母，好乱啊！可以用脚踏车吗？这里不能用。我现在要干嘛？请问，我现在要去哪里？哦 ，OK，Come on，
入侵者你中埋伏了。哦，要 double battle 啊，哈哈哈，我们恭候多时了，要来 double battle 吗？哦哟，六只 Pokemon 哦，可是都是垃圾吧应该。是什么来的？哦、oh、shit， 我的痛 ！Oh my goodness， 我的痛死了。fire 啊，不对不对，TF go TF。灰尘山车轮海，嗯，我觉得 TF 太妙了、欸、TF 啊。哦、oh, ，OK， 战鸟，杀的是头巾混混吧 ？OK， 杀死了，不错。飞天吧，嗯，杀不死哎、欸，大嘴蝠 ，TF 一直用口技就好了 ，OK 。去死吧，大嘴蝠 ！Nice。哦，我的 Fire 剩三 HP， 遗憾，输了。不对，等离子。OK， 我觉得我的学习装置要换一换了。我的学习装置一直放在手臂身上不太好，手臂已经53 level 了，一直带着学习装置的话，给谁好呢？给 Flyer 吧。给痛痛恢复了，痛复活了。OK， 那么这个是去哪里的？哦，啊，我们又见面了，是我等冤等离子团，我等你们很久了，我已经联络罗德大人了，但还没有人来帮忙，而且真难受啊，周围的人都在怨恨 N 大人， N 大人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所以选择了自己的道路，但却被别人说是背叛，真是太过分了。自顾自的期待，又自顾自的说他背叛。所以说 N 大人之前也是等离子团的，可是他就过后就觉得这样做不太好，所以就退出了等离子团了，是吗？所以就被等离子团的人说是背叛了。OK， 啊啊，对了，这一层
是一个管道迷宫，踩在开关上，管道会连接或者分开，另外管道上也是可以走的。那你？所以我们看来又要继续在这个船上面 battle 了。OK。Hello， 怎么了，入侵者？只要能战胜我，就给你密码的提示。等离子团里面的成员全部都是白痴啊，真的是。精灵球菇哎，就是这个每次扮成 Pokemon 在外面乱让人感到非常讨厌的 Pokemon。暴露狂来的真的是。很久没有用火焰车了，超久没有用火焰车了。OK， 密码的提示是一丘地区传说中的精灵的名字，所以就是杰克罗姆或者雷西拉姆或者丘雷姆了，是吗？哇，这是什么来的？彩虹吗？你们在干嘛？哇，还会喷炸的。这里也有一个圈呢。为了等离子团的争议，这两年来一直不停的锻炼，我已经不会输给任何人了。来吧。流氓二。我们用起死回生能打得死他吗？如果打不死他，我就死了。希望能够杀得死他。起死回生。Oh shit， 杀不死他，完蛋了。52 level 了，很好。OK。哦 ，Flyer 也是52 level。那么目前我的 Twin 是最低 level 的了。What the shit？ 哦，这里有个 item， 特防资源，不能下去的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迷宫来的吗？ OK， 下来。我们等离子团要统治异修地区，因此把你们的精灵交出来吧。臭你！饭齿蛇等离子团真的好多好多 Person Type Pokemon 了，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这么喜欢 Person Type Pokemon 呢？
啊。OK， 输了我就简单说一下吧。密码第一个字是雷，雷，可别说我小气啊！我觉得提示已经足够了。雷雷什么？雷西拉姆吗？你在干嘛？呵呵呵，你是在找密码的训练师吧？就算你战胜了我，我也不一定会告诉你哦。不过可能会给你一些什么东西。所以你不跟我战斗吗？你不要跟我战斗吗？入侵者，我一定要让你变成星星，让我变成星星。两只流氓二很好，还没有，刚刚那只是混混二，这个是流氓二 ，OK， 用一个亿万吸收回复一下 HP 吧。杀不死他，很好。哇，好痛，好痛，好痛，痛死了，好疼啊！有两个 item 在这里，元气块，还有 P feature 回复。哦，我那里有个医生，我看到有个医生了，很好。什么？你觉得你能战胜轮城等离子团女王的我吗？为什么这么多等离子团女王啊？刚刚不是已经打过，前几集不是已经打过一个了吗？为什么又来多一个？有这么多女王吗？你们？Ready get it. 啊，阿芬妮，好痛啊！命中要害，去死吧你！不消暑，自己来吧。真让人火大。OK， 医生，我需要你的帮助，医生。哎呀，这麻烦的医生还要跟我战斗了之后才会恢复我的宝可梦了，真是麻烦。保姆虫，哎呦，这什么来的？好像很稀有的宝可梦呢。我的吞死掉了，要给谁好呢？看来只有跳可以玩了。Oh my goodness， 死掉了！既然这样的话，就交给 Flyer 了。Flyer 剩下5 HP 罢了。我相信 Flyer 的战量一定可以跟你同归于尽。去死吧！跟你同归于尽啊！我宁愿我自己没有 EXP points， 我也不要。
输给你。好了，受伤的精灵有敌我之分吗？有敌我之分吗 ？OK， 这是怪怪的，怪怪的思想。我要下去。等等，我可以不按那按钮吗？一定要按到那按钮哎。要怎么走呢？先下去再说吧。力量一在 ，OK。哇哇哇哇！你干嘛自己抓自己？干嘛自己抓自己啊你？因为害怕无法出招，谢谢你了。他说我恨你。你很强啊，那么告诉你密码的提示吧。白色的龙精灵叫什么名字？叫做雷西拉姆。这里下来。嗨，战斗！妨碍等离子团的人，我都会消灭掉。蜈蚣王，好大只的蜈蚣啊！用火系的话会中毒哎，这个东西。不管了，中毒就中毒吧，管了这么多，中毒就中毒，反正我要赢就好了。One hit KO， 而且我竟然没有中毒，我竟然没有中毒哎，好高兴，好兴奋。我居然没有中毒，太棒了，没有中毒。密码你就随便输吧。顺便一提，我喜欢龙系的精灵，他们给的提示根本是好过不用给啦。我的，我现在要按哪一个开关？不太了解这里，要怎么走啊？阿波尼 ，OK， 我下到来这里了。你应该是我最后一个圈的了吧？这个应该是我最后一个圈的了吧？因为其他人都好像打过了。头巾混混。我咬他，跟他咬我，我咬他比较痛，很好。空元气 ，ouch， 这什么鬼来的？应该所有的人都打过了吧？的确是火系的精灵啊！你到底能走到哪一步呢？让我拭目以待吧。所以我是不是打完了所有人呢？哦，所以打完了。打完了所有的人，就要跟他说话。你想要的东西在我手上，但是想要的话，明白了吧？对战，啊，我已经打对战，我都要麻痹了，真的是。
我打了很多很多人了，真的是，我已经要麻痹了。破破袋，哇，真的是闷死人了。完了，我要傻了。我打了无数个对战，你们真的是非常令人讨厌的东西。猫右掌是什么？哦，是你啊，你是坚固是吗？我忘了你叫什么名，没有看过你耶。 Hello， 你好。十字剪，你认为对我有效吗？你用你的脑想一想好不好？你认为对我会有效吗？你还挺行的嘛，那么我把这个给你吧。这是什么？等离子卡片。哇，等离子卡片，有了这个等离子卡就能输入密码了，剩下的就自己搞定吧。所以我现在要干嘛？我要去那里输入密码，大佬。让我去那里输入密码。先找医生一下。OK， 好了，那么各位，我们今天就暂时到这里结束了。OK， 我们下一次呢再回到来更多的 Pokemon Black 2 and White 2。OK。那么大家再见，拜拜。我们首先需要去找到那个输入密码，那到底要去哪里才可以输入密码 ？OK。OK。OK， 大家再见，拜拜。哦，是这个是吗？这个东西是吗？这个东西是输入密码的吧 ？OK， 好了，那么各位，我们下一次再回来更多的 Pokemon Black 2 and White 2， 大家再见，拜拜。